加油加油加油！外籍劳工趣味运动会，首先由各队依序列队，经过主席台，并以创意方式向林县长以及与会贵宾致意。随后，平和国小太鼓队以撼动人心的太鼓迎宾拉开序幕，紧接着广陵民族记忆团点映三太子的动感舞曲，掀起第一波高潮。各队外劳纷纷随着乐曲起舞，展现出活力与热情。县长林明真表示，希望借由运动会带给外籍劳工朋友们有趣及健康的假日活动，因为外籍劳工为企业付出贡献，带动经济发展，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并让社会大众看见他们的活泼、友善、守法的一面。那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活络的一个项目啊，来提供给他们去舒筋他们的筋骨啊，让他们借这个活动啊，运动会啊。大家都能够互相来认识了解。我想啊，这个外籍劳工啊，到了这边来，我们还是要以我们的国民一样的来看待他们，来共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能够多关怀我们这些外籍劳工。他们啊，从国外来到我们台湾呐，那么帮助我们这些工厂，帮助我们一些家庭，帮助我们的一些企业，人力不足的部分呢，由他们来代替啊，来给我们做在生产线上啊，增加我们很多的解决很多的劳工问题啊，所以我们外籍劳工啊，对我们南投县这个产业也来了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也要一个适当的提供给他们活络的一个空间哦。之后都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立委许淑华对于该趣味运动会提供外劳正当休闲娱乐表达肯定之意，并表示将在立法院持续关心外籍劳工权益议题。出生于印尼的议员罗美玲也以印尼话和英语问候与会外籍劳工，获得热烈回应，场面相当热络。不过我想在这里先肯定县政府这一次呢，也关心我们很多的劳工，希望我们每一个不同国籍的来到我们台湾之后都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啊。那现在呢，在立法院其实对于很多外劳的政策也一直不断的在讨论，那包括说三年之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回到他的本地，可以直接在留在台湾等等的这些的议题，淑华会继续的在中央来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关注，就是希望呢在每一个国家的人来到台湾都能够像在台湾呢都能够像受到自己家人一样的照顾啊。那我在这里呢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很开心看到各位。Are you happy today? Very exciting. 我觉得这是我参加过所有运动会最热情的一场啊，非常的兴奋。那我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绩。祝大家今天都有好成绩。Have a nice day.Thank you. 运动会趣味竞赛内容包括两人三角、袋鼠跳、滚轮胎等三项，参赛选手各个生龙活虎，展出浑身解数，争取好成绩。竞赛过程相当激烈，另外还有竞赛型的拔河和大队接力等项目。拔河比赛采淘汰制，过程紧张刺激，最后各项比赛前三名获县府颁发奖杯以资鼓励。